武术界的各位教练员与运动员们，大家好。第三套国际竞赛套路枪术项目由我为大家做讲解。我们将从技术要点、动作规范、攻防技法、演练风格特点以及基本技术训练方法，重点为大家讲解示范。希望各位教练员与运动员们与我们一起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各位教练员们、运动员们，下面我们开始讲解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枪术项目的第三段内容。在这一组动作当中，我们的重点动作是翻身挑靶、转身单手扎枪、上步背穿接枪。请看第一个动作的示范。好，翻身挑靶要求枪贴身成立圆，由下向上做挑靶，力达枪靶，眼看枪靶的方向，意识贯注。挑靶属进攻性靶法，可以进攻对方的器械或身体各部。请看完整的动作示范。下一个动作，转身单手扎枪，请看示范动作。枪身贴于背后，随后左脚上步向右转身，同时右枪迅速扎出，力达枪尖，眼看枪尖的方向，意识贯注。请看完整的示范动作。下一动作，上步背穿接枪，请看动作示范。枪杆贴背，左臂向前上方伸出，右手握枪把后发力向前穿枪，随后上步接枪。在穿枪的过程当中，要注意枪与身体的协调配合。穿枪的一番错误有：穿枪过程当中器械远离身体，接枪后留靶。下面请看完整的动作示范。
这一组动作中注意做转身单手扎枪时，转身与扎枪同时完成，扎枪力点准确，力达枪尖，与上部背穿枪动作衔接连贯无停顿，眼随枪走。下面我们讲解第三段第二个组合。这一组的重点动作有瀑布摔枪、五花过背枪、坐盘下扎枪。下面请看第一个动作示范。瀑布摔枪，右腿屈膝全蹲，左腿平铺伸直，呈瀑布，脚内扣，两手抓枪，向前向下摔枪，左手变掌按住枪身，目视枪尖的方向。瀑布摔枪的扣分点动作有屈蹲腿未蜷曲，平铺腿未伸直，平铺腿拳脚掌未内扣着地。下一个动作，五花过背枪，请看示范动作。五花过背枪，五花贴身走立圆，同时右脚向左后方插出，两手滑枪，身体转身，枪身贴于两肩后侧，身体继续转动，枪身贴于胸前，枪身与手臂成一条线，随后做翻腰。在做五花过背枪时，易犯的错误有：枪的运行路线没有成立圆，枪不贴身，同时还要注意枪与身体的协调配合。下面请看完整的动作示范。下一个动作，坐盘下扎枪，请看示范。坐盘时，两腿盘叠交叉，臀部贴于地面，挺胸立腰，扎枪与坐盘完整一致，左手贴于右手，眼看枪尖的方向。坐盘的扣分点动作有两大腿未交叉，臀部未贴合地面，前脚离地。这一动作从攻防的角度讲，坐盘可以防守对方向我身体进攻，同时用扎枪来进攻对方的身体下肢部位。下面请看完整的动作示范。这一组动作中包含一个把法，要突出把法的力度，同时配合动作步伐要灵活轻快。五花过背枪时，枪贴于身体成立圆，坐盘与下扎枪同时完成，
不可出现动作脱节现象。到这里，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枪术项目第三段动作内容讲解完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